欢迎各位再次收看五部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34集。今天接着给大家做机械师推出的这一款，规避版权的关系，称呼它为火焰行走者啊，火焰行走者，这么翻应该是没有错的。那它是致敬了变形金刚 G1 里头热破的造型。那这款玩具的画风啊，就整个造型的感觉还有比例的话呢，我觉得跟 NA 的玩具有很接近的感觉啊，大小比例啊什么的，看上去好像还蛮有那么回事。但是呢，它没有合金的部件，所以就没有那么样的沉重，手感部分呢，这方面可能就稍稍有点可惜，并不是说它不好，是真的有点可惜。如果加点合金的话，当然不要乱加啊，就会是更出色的一款小比例的玩具，配件也很丰富。除了你看到标志性的吊杆，还有一把手枪，以及另外一把造型呢是不同的另外一把枪，那这个都是很还原动画片里头的一个形象。那之外的话呢，还有一个电锯。那电锯的话呢，它由于这款玩具的手啊、拳头啊什么是不需要做一个什么收纳，它就直接就拿在手上，所以这是一个切蛋糕用的一个刀片啊。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附带一颗的头雕。那由于它不能够直接把这个墨镜放下来，所以它有一个替换的头部。那替换的话呢，还是建议各位用螺丝刀把它扭开之后再来做一个替换比较安全。那魔爽这一款的话呢，也是朋友赠送的，这个是他已经有把玩过的啊。那关节到现在还是很紧实，各位可以这样看，感觉非常好的。尽管它的这个裆部这里是球形关节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保存的真的是挺好的。身上呢也没有明显的偷胶啊，除了大腿内侧之外，然后背包也是做得很合理啊，就已经是小比例玩具来说收成这样，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好了。那这个其他的一个可动的话呢，就给各位看一下。首先呢，这个面雕我觉得做得还算帅，然后头部的你看这些细节都是有刻画的，人脸造型是我喜欢的。它把玩起来的时候比较可惜，就是这个肩膀平举的话，这个造型会去干涉到，这一点比较有点小可惜啊。额头肌可以转动，拳头也是可以转动的啊。那么腰身的话呢，也是可以转动，脚前后左右踢，外摆内收都是有的。那就有一个接地啊，那么这些可动啊什么的，以当今的小比例，如果跟王者级别的 New Age 相比的话呢，这款确实我感觉啦，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啊，除了没有合金部件之外啊。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，这四只比例都很漂亮。那它的变形呢，会让我最感到意外的一点啊，就是它的这个手部啊，这个我初拿到的时候呢，我是没有看说明书，我想说就照着变形，结果没想到在变形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排气管的话呢，居然是要收进身体里头，而不是露在外侧啊，这一点有点小意外。那我会建议拳头的话呢，是这个就是这个地方露在外侧，各位可以先保持这个形象。然后呢，胸口这一块呢，把它往上面挑起来，挑起来之后呢，先把前面的胸口啊，这个地方，胸口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卡口打开，然后呢，整个翻出来，包括里面这一侧全部都翻出来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这个整个孔洞才会够大，才能够把整个头部呢给掠过去，然后呢再把这个地方往后面回头盖过来到这边。那当然了，这个先往后扯好了啊，这个头的话呢，这个时候怎么做呢，把它往下面翻折一格，翻折一格，然后呢方便翻转的话呢，可以把手往上面做个集中啊，这样子就可以很方便做一个180度的一个翻转了。翻转之后的话呢，我们稍微整理一下车子的顶部啊，把它顺平了。再来的话呢，就把这个手啊，这个是往前面转，但往前面转的时候呢，是把头呢放到这个缺口里头去，稍微按住它啊，然后我们再来去推移这个手，这样子会比较顺畅一些。到这，那记得的话就是这个排气管是朝内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上方这里是有个缺口，那就非常巧妙的呢，就可以把它给扣上去。好，到这边密合的话，我们可以最后再做一个调整。接下来变成腿部啊，那在那之前的话呢，把这个背包后面这里还有一片啊，在内侧把它给扣出来。脚的变形的话呢，要先记得腰身的话要旋转180度，
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腿的话，就记得把这个利用外摆内收啊，这个排气管是一定要在外侧的啦。然后呢，我们从上面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，然后脚的话呢，可以看到内部，它是一个应该算三重关节吧。那推上去的时候呢，这个关节要往上面一定要推到底啊，推到最上面为止啊，对，然后整个往上包，包上去之后的话呢，就是要把这一块部件啊翻折，到时候是要跟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合，以及这里紫色的一个凸，扣点红色这个洞啊，这是一个最终的一个要组合的一个地方，那就极尽所能的把它往前面推就对了，然后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按下去啊。那这个腰身的话，你要稍微去这边要稍微抵一下，不然它会敲敲板啊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一侧这个定风尾翼、啊、先把它弄好，那这一侧变形已经算 OK 了。那这边也是一样的啊，把这个脚转到侧边，再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，打开之后啊，把这个内部啊，这里有多重关节啊，这里有一个白痕啊，这个是上一位主人寄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，我们把整个往上面推上去。好，往上面推。那这里的话，为什么我说这个拳头的话转这个方向，是因为我把这个缺口最大的部分的朝外面，它在最后合并的时候呢，我认为是比较不会去进行一个干涉的，你就把它往上推就对了。然后紫色部件把它给扣紧，这个地方扣过来，把它给压进去。好的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脚啊，脚没有参与什么变形啊，脚没有参与，脚底板没有参与变形啊。最后就是一些密合的一个动作啊，就把往中间尽量的把它给捏紧，基本上呢都可以完全达到一个变形的一个成功的一个状态。好的，那么这个就是，那记得啊，这个紫色的这个能够扣的越进去越好，再来合上面，这样一来的话呢，它的一个还有一个轮胎这个地方啊，把它往侧边转出来，差一点没能浮空车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后面脚底板啊，没有任何的变形了，就这样子了啊。那这个就是它变形成功之后的样子。那头要不要转180度？看个人，我觉得不用转，你这个脚我还是吃土吧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滚动性还算可以了，还算可以，基本上是不会拖到地面的。你看，滚动性很好。然后流线型的一个车型，前面的这个是可以再转动，但是应该这个型，应该这个方向已经没错了啊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，首先它这个塑胶有一点点消光，特别是这个橘色这个部分，当然它这个黄也是有一点消光，而且这个黄很漂亮，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鹅黄色的。前方车头灯的金色是涂装涂上去的啊，金色闪亮亮的这个车头灯。侧边这里有一个外露的一个关节，这可能是它车形态下最大的一个缺点。然后它的一个排气管是不是前面应该还要有一段，我不太记得，还是说少年版的热波是没有，那变成这个普莱之后才有啊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反正这个辨识度还是很高，车身压得非常扁平啊，很漂亮，非常的好看啊。这个车型是我非常有爱的，那整体来说变形也是非常有一个逻辑感，就是一个身体的这个上半身转180度，腰身要反转180度啊。腿的收纳就还好，没有说那么样的惊喜，但是整体来说就是变形很简单，而且是一个小比例的玩具。那跟 Deluxe 等级相比啊，这确实玩具是比较小一点了，这个玩具就真的有小比例玩具的感觉了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啊，蛮不赖的一个玩具啊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